今天我们来介绍这一场呢，它是一个全毛坯屋，全幢坪有170坪，实际坪数也很大，有到90坪。全毛坯的规划呢，屋主他有一些个人的一个需求，我们也觉得说这是一个挑战。好，比如说他有一个400双鞋子的收纳要去解决，然后他整个空间呢，希望非常的大气，非常的奢华。所以在整个奢华设定之下呢，我们要完成它一个大主卧，还有两个房间，整个空间的配置上呢，我们希望说它的大气、它的串接，还有它的一些逻辑性呢，我们希望说在整个编辑的过程当中，我们得到一个非常棒的作品。总监，今天的空间它是属于现代奢华风，那很明显你可以看到，其实它整体的感觉大量的石材，所以屋主听说非常喜欢石材，你也为它打造了这样子的一个风格。对，因为我们希望说整个空间的格局有一个渐进式的变化，所以在石材跟搭配其他材质的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希望说第一个要有亮点，那第二个呢，它有一个转换。好，再来的话就是希望说到大空间的时候会有一个聚焦的地方，所以整个石材的运用呢，我们在整个从玄关进来之后，我们有个大面积的地坪，那个是百达翡丽。那百达翡丽这个石头呢，屋主他也很喜欢，是因为它是在打光跟不打光之间呢都有不同的一个蓝光表现，因为它原本就是一个在海底的一个花岗石。那这个石头呢，它很特殊，就像贝壳一样，光线怎么打跟我们走的过程呢，它都会产生一些互动。所以其实在玄关一进门的时候，你已经感受到这个所谓的有一种奢华低调，然后有点神秘的感觉。那再来就是六根迎宾柱，其实也是用石材去打造。对，因为迎宾柱的用意就是说，其实它有一个入口的内玄关长廊，那这个长廊我们希望说它有分段的一个区分，用迎宾柱用铁件加石材的方式去断它的一些立面。当然这个地坪营造出来非常大气的一个进场的感觉，那当然延伸到墙面有这个非常漂亮的艺术品，那旁边呢有两个非常大而且有气势的这个双开门，就是我们的鞋柜。对，一边是我们的衣柜，一边就是我们走入式的鞋柜，所以这两个门呢，它其实在隐藏的效果跟它的大气效果同时兼具。那因为这是一开始屋主的一个机能需求之一啦，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挑战，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如何去塑造这样的一个收纳量。那这收纳量其实你说鞋子400双，我们就不就是柜子做很多不就好了吗？它其实不然，是因为我们在那个玄关的侧凹空间呢，它的空间其实有限，我们就算用很正规的方式把它排完柜子，是收纳不了这个量的。所以我们利用了一个五金的手法，利用一个前后排的一个方式，利用一个伸凹外拉的方式，各种方法我们才解决这样的一个收纳量。但是我觉得里头的收纳量有如一个精品的这个陈列，真的很棒。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在石材的搭配上，你也用了一些特殊漆，然后甚至于一些转折的手法，创造了这个所谓的豪宅当中的这所谓的二进。对，那二进式的方式呢，我们希望说不是只有石材而已，我们用金属特殊漆做转折面再去接石材。那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有一个内凹转折，一般好像就做一个圆嘛，我们做的是内削角。那内削角的材质我们用一个很特殊的方法，就是说好像我们拿一把刀从一个黑色的一个外皮刮了一个内肉出来。那内肉是什么？我们就是用一个金箔去上银箔漆。那上银箔漆香槟银加一个金属的深色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特殊的表现。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转折看起来也是一个艺术的作品。但是我发现这个所谓的特殊漆里头也有一点金属的光泽。因为特殊漆我们是希望表现那种金属的表面，所以我们有一个深色的底，再上一个银粉的漆面，那它就会有一个隐约的金属感在表面。那当然进来又看到一个非常有气势的这个石材运用打造出来的这一个迎宾吧台，我觉得也用这个钻石切割法去打造出它的气势。对，这是我们二进的另外一个亮点，因为我们是希望说整个底色，不管石材不管特殊漆，压深的底色的用意是说，我们在展示这些凹洞的时候，屋主的收藏品它能够跳出来，所以深色很容易跳出屋主的收藏品。
那一个浅白色大理石在深色的整个底色当中，它会很特殊的跳出来。一方面，其实我们在整个屋子呢，它有一些管线位置呢是能够被运用的。原本那个位置其实是一个公用厕所的一个位置，所以它有给排，我们利用那个给排呢，做了这个吧台的一个给排水槽的部分。嗯，所以其实我觉得运用白色它也不会强过于后面展示出来的一些艺术品收藏品。那再来转进来，我们可以看到这电视墙这一面石材，我觉得好有张力哦。对，这个石材叫做时光之绿，它其实很特殊，因为它是各种石头共生组合的一个大理石。那它本身的颜色是带贵气，带金色的贵气，我们希望说它在整个大理石表现在整场当中，它是我们最聚焦的一个大面积。虽然它本身的纹理很漂亮，可是我们希望说它去塑造更多的一个亮点，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从二进的玄关当中已经看到它的转折了。那斜面转进来之后，我们再去塑造两个凹洞，这两个凹洞是干嘛？就是让屋主他的大音响能够有一半砍接在里面，他的大音响在落地的时候才不会那么突兀。对，那再来的话是我们希望说这个时光之壁它有很好的延伸性，也就是说我们利用机柜的门面呢，长的机柜的同时，我们希望说它的表面也是用时光之壁做延伸，所以整个完成之后呢，除了它的精彩的一个纹理以外，有一个凹洞，还有一个展开的延伸性。所以其实来到了公领域，发现其实整体是非常开阔开放的。那当然总监也用了一个手法，就是一个地毯式的这一个方式，来让这个空间凸显出它的一些区隔性，这也是总监特别规划的哦。对，往往我们一个大空间呢，我们希望说它共同存在能够让空间的延伸感做到最大，也就是说我们让餐厅、客厅还有书房去先塑造两道底墙，做完之后呢，两边收端收完之后呢，其实我们的空间就有很好的放大感。那整个空间呢，我们希望说它串在一起要有一些重点，就是说我们在地上呢，除了外围用小雕白做它的大面积以外呢，中间我们希望有一个效果，就是那种车布边的大地毯的效果，所以我们用一个蓝孔雀来当它的收边，中间大面积的部分我们用深之光来当它的一个底面积，就好像车布边的大地毯去串三个大空间那种视觉。哇，所以其实我发现在整体的空间虽然是开放，但是也很明显可以看出来它每一个领域它们各自的一些功能性。当然我觉得天花板也是一个重点，就是我发现它很有造型。哎，对，因为在我们的以往的标准的做法当中，一定会有一个低天花去绕整场，那条零线割开一个下与上之间的关系，那割完之后呢，我们的低天花就会统一一条零线，很漂亮很整齐。高天花我们就可以做各种变化，里面不管是有机电管线或者是空调或者是小梁，我们通通在里面利用它的高低差做各种的高度，而且我们运用一个斜圆的手法去串接整个高，所以高的部分很精彩，里面有粗管线，有空调管线，还有就是我们的机器在里面，然后还有灯光可以藏在里面。嗯，所以从机能创造出它的形，我觉得反而这个形呢就变得特别的有艺术感。那当然其实我觉得软件也是非常重要的，像我们的沙发还有它的配色，我觉得在这一场当中也特别的用心。在家具的部分呢，除了舒适，除了它该有的一个机能外，在配色上我们希望说它还是有一些亮点。我们往往在讲说我们在硬装的时候颜色不要太复杂，那软装的部分我们就可以运用各种颜色进来。那这边我们其实还是一个灰黑白底的一个搭配方式，那以白色为基调的时候呢，我们去跳一个橘色，那个橘色呢在整个空间呢，它会变成另外一个在软装呈现出来的一个色调。嗯，那这个橘好像特别也是我们的屋主喜欢的颜色。 对。那从餐厅往后延伸呢，它其实是一个起居室的功能，所以起居室是家人聚集的地方，它就是一个轻食区。那这轻食区呢，可能吃早餐啊，一起在那边聊聊天啊，那个位置，所以从这个空间往内辐射呢，就有一个客房跟女孩房跟它的厨房啊，还有一个后门跟储藏室，所以这个生活重心在这个位置定案之后呢，我们在女孩房的风格跟客房的风格呢，就可以用不一样的另外一个世界的想法去定它的风格。比如说客房的部分呢，我们带一个绿色的一个底，
那绿色其实一般不容易配色，所以我们用一个古铜金的方式呢去压它的边框，让它这个绿色呢它是很沉稳而且能够被跳出来表现的一个底墙空间。那在女孩房的部分呢，因为女生嘛她喜欢那种白色或者是很浅的浅木纹，那因为女孩房这个空间它一样有很好的一个景观视觉，所以我们让电视墙呢也是安在一个唯一的一个柱位。那剩余的部分呢，我们解决了它该有的一个衣帽间呢的收纳功能。那再来的话，很特殊的就是整个四件式的一个女孩房浴室呢，它的采光非常的好。我们留下这个采光非常好的一个重点呢，让白色的大理石去当它的一个基底。那在浴缸区呢，我们用一个很特殊的石材当它的一个底墙，当它的端景，所以整个女孩房我们认为也是一个很精彩很漂亮的一个空间表现。首先，其实进入了这个主卧房，我觉得真的是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我觉得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主卧房，不管是它的坪数，或者是它的这个格局，是像总统套房一般哎。对，所以我们在这个大空间呢，我们希望说打造男女主人呢，他们很奢华的一个生活模式。所以我们大概分成就是一个床区跟我们的小起居室，好，然后有浴室跟它的一个收纳的衣帽间区。那个小起居室呢，它有一个特殊点，就是说它这个位置是整个屋子景观最好的，因为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山景，天气好的时候它可以看很远。那这样的一个山景呢，我们还要有个电视墙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整个电视墙我们做一个镂空铁件的方式来安装这个电视。那比较特殊的是，其实我们很喜欢用那种所谓的同心圆的设计，所以在这个小起居室区呢，我们有一个圆形的天花板上升之后呢，它可以吊一个它喜欢的主吊灯。不过呢，延伸到我们的浴室，然后到我们的更衣间，我们可以看到你有一个中轴，这中轴里头又有同心圆出现。对，其实女主人她很喜欢泡澡，所以我们希望说，一般我们在浴缸可能都丢到最角落去。那因为它空间够大，我们塑造一个圆形浴缸。这个圆形浴缸呢，我们从起居室往内看，就是我们会经过我们的浴室区，浴室区再往里面，它是一个很大的衣帽间。那这个中轴是什么？这个中轴代表一个大气人家该有的那种轴线，也就是说，我们往内走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个双门。这个双门呢，两进式的双门才到衣帽间，两进式的双门的中轴对齐了我们这个圆形浴缸。在进到我们的衣帽间的时候呢，我们有左右两边的一个对称柱、跟对称灯、跟对称的一个展示洞。所以这个对称呢，是让一个大户人家大气该有的一个规格。不过我觉得其实在一些细节的部分也可以看到总监非常的细心，像我们的这个中轴当中的圆形浴缸底下地面上也有像太阳的这个放射性的这个线条出现。对，所以我们整个在规划的时候，一个同心圆的设计很重要，不管在天花板，不管是这个浴缸，甚至我们的溢水区的位置也是一个同心圆。那我们希望说，我们湿湿的脚踩出来的时候要有一个止滑的功能，所以我们利用中轴太阳花的一个方式呢，去辐射出这个止滑线。不过在我们的后方跟我们的侧边都是两个不同的更衣间，然后都好大啊。对，因为往内走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一个大的中岛。中岛。对，在中岛的这个位置呢，我们希望说中轴线就是对准这个中岛，而且呢，它里面的一些收纳呢也很整齐的在这个中岛的一个位置。那另外呢，这个中岛我们还是用了男主人喜欢的橘色，在这个颜色的重点。女主人还有一些像包包啦，还有一些她的收藏也很多，所以我们还辟了第二个衣帽间。第二区的衣帽间呢，它是一个带状，它其实两边都是可以当柜子，各种不同的深浅柜，它可以收纳她很多的她自己的收藏。对，这是从右边进去。那从左边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空间，那个就是我们的淋浴区，还有我们的马桶啊、小便斗都在那个位置。那再来的话，在淋浴区旁边还有一个阳台，你也发挥了它的功能。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很好玩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希望说整个空间的利用呢，男主人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运动的一个习惯，然后那个位置其实也是一个很漂亮山景。
在整个山栏，不管它是好天气或者是起风或者是下大雨的时候，那个位置呢它不会受到那个外气候的影响，可是它又可以饱览整个山栏啊，或者是天气变化的那种视觉。嗯，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希望说空间的那种动线啊，它是有该有的灵活度，因为空间也够大，所以我们比较活用的一个动线是说，也许女主人在泡澡的时候，男主人要去运动，他可以另外从他的淋浴间经过，所以我们在淋浴间跟卧房区呢还留了一道门，那道门就是说我们可以让整个空间它可以流来流去，串来串去都是相通的。嗯，不过我觉得总监真的很强，就是除了把这现代奢华风可以发挥的淋漓尽致，然后让它也包装成有艺术感之外，我觉得机能你也完全没有把它牺牲掉，然后也把它融合在里头，让这个空间非常舒适，但是也有它的这所谓的气势。对，想欣赏更多张静峰设计师的作品，请上幸福空间网站搜寻。